接着上一次，前面我们讲了一个这个电磁关联的一个概念啊，然后介绍了一下这个哈勃模型啊，就是对于这个强关联体系啊一个常用的一个物理模型啊，物理模型都定性的这个啊。因为这整个阶段我就是说概述一下啊，把有关的问题的笼统的说一说啊。现在下面这个今天呢要讲呢，标题嘛取得原激发与准粒子啊。但原激发准粒子这个概念上学期我们已经提到啊，而且多次提到啊，在这里面又重申一下啊，重申一下啊。你像这个生子啊，这个原子这个啊，在简谐近似下，这个原子围绕它的这个平衡位置附近啊，做微振动啊，那么形成隔波啊，隔波的能量量子化啊，那个量子啊，叫做所谓生子，那实际上也就是激发激发某种隔波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能量啊。它能量就等于普朗克常数乘上这个频率了啊，频率。那么这实际上是一种激发单元啊。同时生子呢，它既然叫做生子，它又就它在传播和相互作用的时候呢，它又具它是、又具有粒子的性质啊，所以有叫做啊，叫做所谓准粒子啊，准粒子啊。那么说原激发和准粒子只不过是对一个现象的从不同的角度去说啊，还有不同的说法，这个从能量的角度啊，从激发的这角度啊，它是最低限度的激发的能量啊，那么它表示它能量是量子化啊，从它运动和其他相互作用的角度说，它又像是个粒子啊，好像是个粒子啊，所以也叫做准粒子，因为它和真实的粒子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么这个概念我们是有的啊，这个是有的啊。现在我们主要是把这个概念啊更普遍一点啊，用到我们这个考虑这个多电子体系、考虑电子关联啊这个问题上来啊。我们今天这一节嘛，准备讲三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一个一个来吧啊。第一个先介绍一个概念，就是非米液体啊，非米液体。因为这个原激发和准粒子的概念呢，最先啊比较完整的、比较普遍的提出这个问题呢啊，是这个是前苏联的科学家兰道啊。兰道这个人上学期我们也介绍过啊，提到他的时候啊，兰道是这1956年啊，正好现在是52年了，到今年啊，就是50年前啊，开始他56、57、58连续几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啊，讨论所谓的非米液体问题，非米液体问题啊，从这里边比较啊这个普遍性的提出个原激发和准粒子的概念啊，准粒子概念。兰道这个人呢，对于凝聚态物理呢啊贡献非常之大了。不仅凝聚态物理，而且在其他方面的贡献也很大啊。这个所谓全能理论物理学家啊，是他自己称的啊，别人也承认
啊，也承认啊，这还确实还真像这个奥运会似的，有十项全能这个项目啊，也难道嘛，也可以列出他在物理学啊，不完全凝聚态的，这其他方面也给人家也给他列出的十大贡献，啊，真是十项，啊，这十大贡献嘛，都留下了他名字，都以难道什么什么命名的。啊，就是学术界是公认的啊，不是这个，也不完全是吹牛的啊，就是还真有其事啊，知道没有？那么这个学期我们在我们后面的部分，那么我们还会不断的见到蓝道啊这个名儿啊，我们今天先在这儿先说一说吧啊，这个很可惜，这些天才人物嘛，这个活的时间太短。啊，蓝道嘛，1908年出生，1968年去世，啊，1962年呢，啊，获得诺贝尔奖，啊，在获奖的时候，获奖之前，他正好发生了车祸，有62年10月份才宣布获奖吧，啊，诺贝尔奖一般都10月份宣布了，啊，他这个在62年的这个3、4月份嘛，好像，啊，就是上班的时候坐个小汽车跟那个大车相撞，车上好几个人。啊，他在其中的一个，他受了重伤，啊，就是脑袋脑震荡吧，我估计可能是，这车祸嘛，一撞上，这个肯定效果好不了。那这个这种情况嘛，这个后来，啊，虽然也活了好几年，不过呢，这个已经，啊，身体受了严重的伤害啊，也就后来也就不能够，实际上不能够正常工作，人是活着，但是工作是做不了的。啊，这是很可惜的啊，很可惜这个情况。好了，这个什么叫非米液体？先解释一下啊，看蓝道啊，来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啊，考虑这个问题啊，我只能定性的介绍啊，不用任何公式啊。你要把蓝道原原本本那套理论一说了嘛，讲了3天也讲不完，那好多农民堂了，那还涉及到其他的问题。但基本思想，啊，还是容易理解的啊，有理解。来，首先我们啊，电子嘛是费米啊，费米子这没问题的啊。上学期我们也学过这个自由电子气体，啊。最早一个金属电子论，一个最简单最早的一个模型，就把金属中的价电子看成自由电子，啊，好像这个金属就是像是一个瓶子似的啊，那电子不能随便跑到这个一块固体以金属以外面去了啊，那么里头密封了啊许许多多的这个电子在里头，所谓自由电子器，是吧？那当然了，你为了整个体系的电中性，你还可以还有一个所谓这个凝胶模型。啊，那就是说你想象那个带正电荷的那个离子呢，它那个电荷是均匀分布的啊，那么你这些电子是自由运动于它这个均匀分布的正电荷背景当中。所谓自由运动，那就是说电子和电子之间的互能相互作用是不考虑的啊，如果一考虑了就不是这个自由的了，是吧？啊，会自由哎，啊，所以自由电子气体它本身呢啊，电子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没有不考虑相互作用了，啊，那么，哎，这么一个电子体系，那我们这个是吧，叫做什么非米气体，啊，是非米气体，啊，这是普通的概念，这个我们都清楚。那么，如果我把这个电子相互作用把它考虑进去，那电子本来就有相互作用，是吧？啊，如果我原原本本的。就按这个模型假定那个正电荷都是均匀分布，就是我暂时不考虑啊这个晶体结构的影响啊，把这个电正电荷摊匀了啊，这可以啊，然后呢这个电子的相互作用我得考虑进去啊，啊考虑进去啊，那么这个气体呢啊就不叫气体了，那就叫做非米液体啊，因为它电子费米子嘛啊，非米子所构成的液体，相当于这么个意思啊。非米液体这个名词就这么个意思啊。那么液体和气体的差别呢，气体就是说我可以不考虑相互作用啊，或者即使有的话也非常非常之弱啊，你可以不考虑啊。那么液体就不同了，液体它这个啊，它组成液体的这个原子分子它是有相互作用的啊，它不像气体，气体你可以认为是自由的，哎，这个液体不行
啊，那么由电子所组成的体系，如果是我考虑它电子间的相互作用的话，那么这个电子体系啊，我们就叫做非米液体啊，非米液体名词是这样的。那我怎么来考虑这个非米液体呢？啊，那说起来容易的啊，那有相互作用，那你就老老实实考虑它相互作用吧。啊，你 N 个电子组成体系，你考虑相互作用，那谈何容易啊？啊，这个问题是吧？你总得有个想法，啊，这想法呢，这个当时嘛，但你要严格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困难了。啊，比较困难。哎，那么我怎么来想这个问题呢？啊，比如说啊，先是我们看吧，啊，非米，啊，非米气体，啊，非米气体。那么我们想想啊，在非米气体里头，我们是怎么来解决问题呢？非米气体就简单了，电子间你认为是独立的啊，不考虑相互作用啊。就自由运动啊，那么哈密顿量也简单啊，那我们都知道啊，描述这个啊电子的这个啊这种非米气体，每个电子它的波函数啊是个平面波了啊，平面波啊，那当然这个加一个规划因子啊，体积 v 啊，然后这个 EIK 点上 R 是吧？是平面波形式啊，上学期讲过啊，这种情况。那相应的能量呢？相应能量呢，它当然是 K 的函数，是吧？我叫自由啊，电子气体，我就加个一零，这就把加个零吧，是吧？啊，那么这个它当然等于这个都是 H 平方 K 平方啊，二倍的啊 M， 是吧？是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那虽然是啊，它这个波函数是这样啊，能量是这样，这个我们知道啊。那么这个 N 个电子所组成的这个非米气体，每个电子都是独立的啊，因此整个体系呢，相当于由 N 个独立的电子所组成，每个电子呢可以啊。用这么个波函数来表示它的状态，每个电子单电子能量是怎么样？因为有 N 个电子，因为这里面当然啊，这 N 个电子是独立的，因此它统计规律，也就是在可能有的状态当中，它如何分布？那么还有一个非米分布函数，是吧？这个它一般是能量和温度的函数，是吧？非米分布率啊，分布函数啊。那么这个上学期我们反复讲。用了啊，这不是再提一下就是了啊，第三次啊。那么电子呢，在这里边啊，可能啊，对，可能的分布情况。那我们知道，在绝对零度的情况下，是吧？那么电子呢，从它可能的最低的能量状态开始排啊，按照泡利原理，一个状态可以容纳两个电子，自旋相反的一对电子，那么一个个往上啊排列，在。绝对零度的情况下，我们知道存在一个啊，存在一个非米面，是吧？也就是说，在 K 空间里边，它的等能面，因为能量和 K 的关系是个平方，是个球啊，是个球面的这个方程，是吧？所以等能面呢，肯定是个球面，一个非米面啊。也就是说啊，能量等于啊非米能那个啊等于非米能那个啊等能面嘛，在 K 空间的叫非米面了啊。那么就所有绝对零度下所有电子的状态啊都在这个非米面里头啊，所有状态都填满了电子啊，外面呢是空的，没有啊，那些量子态是空的啊，也是啊非米能就相当于在绝对零度下电子所可能占有的最高的能级啊，最高的能量啊，这是前面啊我们自由电子理论里边说过的情况啊，说过的情况。那我们再看，啊，非米液体，啊，非米液体，啊，非米气体是这样的，我们大家很熟悉。那，啊，非米液体
怎么样呢？我们很不熟悉啊。你把相辅作用一弄进去，一考虑进去以后，那情况就麻烦了。汉密顿首先就复杂了，你就不可能变成单电子的汉密顿了啊。那电子两两之间都有相辅作用啊，都有相辅作用啊。因此呢啊，描写整个体系的波函数，整个体系的波函数，它肯定是与啊每一个电子的坐标啊都有关啊。比如说我这个有 n 个电子组成体系啊，考虑定态的话，那时间关系先不考虑，我也暂时先不考虑电子的自旋，只考虑空间的部分，它至少是应该有 n 个电子函数有关的。那这个函数是描写整个体系的状态啊。汉密顿当然也是这些量的这个函数啊，那这个问题没法解啊啊，它等什么，相应的能量是什么，能量本真值是什么，这个无法严格求解啊。要严格说来，一到了液体，我要考虑这个相互作用的话，这不像前面那么简单了啊。啊，你一旦把相互作用拿掉，那就变成那个 n 个电子，那只是考虑一个电子就够了，因为每个电子都一样的，互相都独立的啊，都在同样一个环境里的运动，反正没有相互作用。那好，那这个你就 n 个电子的问题实际上变成单电子问题啊。单电子问题，这个波函数我知道，平面波啊，然后呢能量本真值很简单啊，然后再服从啊费米狄拉克分布律，按这个可能的状态去一分布啊，费米能啊，费米波什啊，什么等等，通通都可以明确啊。从这些出发啊，这个电子体系的这个啊自由电子体系好多物理性质等等，我们都可以推导出来啊，和实验结果呢也比呢也基本上是正确啊，正确。那现在的问题呢啊，我怎么来考虑费米液体啊？费米液体当然了，你严格的体系的波函数是 n 个电子坐标有关的一个复杂的一个函数啊，谁也解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啊。那么能不能够设想我这里头这个啊费米液体啊，我能不能还采用单电子近似呢？也就是说，我还能不能够归结成用一个单粒子的波函数，只和一个粒子的坐标有关的波函数，描写其中每一个粒子、每一个电子啊？当然这是近似了啊，当然是近似啊。那么相应的能量我们能不能啊写出来啊，求出来啊？这单从这里怎么近似到这儿，这是啊我们想解决的一个总的思路啊，总的思路。为了去想象这个问题呢，当时呢我们看这里头啊，从这里我们是可以这么来想，要是严格的想从汉密顿量出发，这就麻烦了，怎么样到从这步到这步啊，那是很复杂的事情。但是呢我反过来这么想可能还方便一点，我现在想我从这里开始，我一开始我是 n 个电子组成的自由电子气体，没有相互作用的，那这一套都对是吧，这套都对。我只设想啊啊那个相互作用啊，它两个不是差个相互作用吗啊，我只设想相互作用啊，这好像是我可以想象的啊，它可以逐步逐步给它加进去，一开始就像我那个水龙头那个开关似的，我稍微打开一点的水就出来了啊，打开了越大水流就流量都越大。那么这个相互作用呢也是这样，我一开始啊先把那个开关拧得稍微小一点，稍微给它一点点相互作用啊，你有点相互作用，那我们这不是过渡到这个液体上去了吗？但是呢又不是真正的啊这个费米液体，那费米液体有很强的相互作用了啊，还想什么啊，我想象那个相互作用啊啊慢慢慢慢的啊给它加进去啊，那么从这里边让它逐步的啊逐步的演变到费米液体啊，这完全是一种想象的东西，实际上谁也做不到的啊，不可能从实验室里去验证的东西啊。但是这种考虑呢啊，对我们解决问题还是有帮助的啊。
这好像这个粒子这样开始没有相互作用，电子间，哎，你相互作用好像我外头有个开关，我可以控制，啊，我让它一点一点的啊进去，啊，让它逐步的啊过渡到真正的液体，啊，真正的液体。那好吧，那么我的相互作用慢慢的这个加进去的时候，它这些玩意就开始变化了，是吧？啊，波函数啊，能量啊，是吧？一开始你看这个单电没有相互作用的时候，那个电子状态我有一个波矢量 K 来表达，啊，它的波函数是个平面波，相应是能量是这个样子，啊，那这个能级当然有些个结构，是不是？你给定个 K。啊，然后这有一个能量啊，换个 K 又有另一个能量，还是密密麻麻的，不，反正能量是断续的，啊，这有一些个结构了啊，一直从零一直可以排到，原则上可以排到无穷大，是吧？啊，这么上去，啊，自由电子的啊能量。那好了，如果说你把相互作用加进去以后，它可能发生什么变化呢？一开始你加很少很少一点点的时候。它不可能根本改变自由电子的状态，是吧？一开始我一点考虑都没有，一点相互作用没有，现在开始有那么一点点了，啊，开始有那么一点点。那么我们就假定什么呢？啊，假定这个，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可以接受这个观点，就是说这个时候电子的状态应该可以用一个波矢量 K， 还是用原先那个描述的办法来继续描述它，啊，继续描述它。它不能说我有那么一点点相互作用以后它的状态立刻就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也不太可能，因为你量很少啊，啊，量很少，稍稍有那么点事儿啊，所以这个描述应该基本上还是可用的啊，还是可用的。当然你有那么点点相互作用的时候呢，那这个能量也发生变化，是吧？有相互作用嘛，这是没有相互作用的能量，是吧？你有了一点点以后，这个都是后面还就还是加上一点点能量，是吧？多能量多多少少发生变化啊，状态嘛，你说还可以基本上维持原来的那个单粒子的一个状态，单电子的状态啊，还用这个波矢量 K 来表达，这个波矢量 K 在这起一个量子数的作用了，是吧？它有三个分量，你给定三个分量，那么这个状态完全确定了啊，能量也定了，那当然起一个量子数的作用啊，那。那么演变到啊，逐步给把这个相互作用加进去以后，我设想呢，从这里开始，这个状态的逐步的演化，啊，逐步的变化，啊，那么变化呢，它可能发生什么变化？比如变化到啊，变成了我仍然是用一个单粒子的波函数，啊，来描写，啊，但这个普赛克，啊。加上这个加个零吧，啊，这是这个没有相互作用零级近似的情况，啊，那么变到这块，我假定这个 K 仍然可以使用，啊，还是可以有量子数来表示的状态，这个状态是单电子的，还只和某一个电子坐标有关，不像这个和所有电子坐标有关，啊，单电子，按能量呢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啊，也不是原来那个一零的。啊，和你加了相互作用嘛，它多多少少有点变化了，啊，有点变化，这可以想象的啊，可以想象。那么这种变化，我们看看，在什么情况下，啊，还可以维持是这种想法，在什么情况下是维持是正确的？那么考虑这种变化的时候，我考虑相互作用，那么。我们可以从这儿考虑，你相互作用慢慢拧进去了以后呢，它这个图发生什么变化呢？原来有个分米面，是吧？没有相互作用的时候，那个电子呢，这个填充在这里头啊，但在绝对零度下了，基态能量最低的状态是这样啊，分米面以外的状态呢都是空的啊，都是空的。那你加了相互作用以后，它可能引起什么效果呢？那无非就是说这个啊。有了相互作用啊，我从经典的观点看，我们就是说电子有相互作用，它这里头它是可能发生碰撞吧，是吧？啊，它有相互作用嘛？你自由电子的它不会碰的，谁也碰不着谁啊！啊，自由的我跟你没什么关系
哎，有相互作用的时候，尤其刚刚把这个开关拧进去啊，慢慢的这个啊加进相互作用后，那这个碰撞总是啊可以想象的，也就是说散射吧，电子之间会发生散射，发生散射。那好了，如果碰撞的话，一发生碰撞啊，这就从这个图看有什么效果呢？啊，两个电子发生碰撞呢，它可能有些电子就可以啊，从非米面内啊激发到非米面外面，就空的状态了，是、啊、发生碰撞的能量发生变化了，那可能就会有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啊，它就会啊反过来啊，就会对它的能量，对它的啊波函数会产生影响啊，产生影响。那么刚才说了，你刚加进去相互作用啊，我总是可以啊继续引用这个单电子的这个近似的观点，这假定还可以用啊，每个电子仍然还可以不用这个体系的这么复杂的这个波函数，还可以归结为单电子波函数的话，如果这个说法成立啊，能量做点修正啊，状态仍然用一个单电子的波函数的描述的话，那么啊，那么这种说法在什么时候可能是正确的？那就是说啊，就是说你这个碰撞，电子间发生碰撞，至少是不是很强烈啊，那么你说它每个电子，这个 N 个电子体系，每个电子都可以处于某个单电子态，这句话才有意义。如果说啊，如果说这个电子啊频繁的发生碰撞，相互作用很厉害啊，频繁发生碰撞，一碰撞以后就会什么呢？状态也发生变化，能量也发生变化，状态也发生变化。两个电子原来各自是这么个状态啊，互相一散射以后啊，两个电子都变成新的状态啊，新的状态。如果它状态不断的发生变化，那你说它单电子态这句话就有点问题了啊。那也就是说它处在一开始处在某个单子电子态啊，然后很频繁的发生碰撞，它的状态不能稳定，总在变啊，总在变。因此你说它处在某个单电子态这句话本身就成了问题，不合理。你说不清楚它在哪，它总在不断的频繁的碰撞，不断的在变化，那怎么办呢？那这单电子态这个概念本身就很难适用了啊，很难适用了。如果真正适用的话，那就需要有个寿命，就单电子态的寿命，就是某个电子在啊，某个比如说它处于啊某个波函数所标志的那个单电子态，它到底能待多长？如果这个碰撞很频繁啊，相互作用很厉害，碰撞很频繁，它总在变，你说它处于这个态，这句话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它不断的变化，你就说不清楚它在哪啊，是什么状态。但反过来，如果说这个碰撞啊受到某种东西的限制啊，它这个单电子它的寿命比较长啊，它能待很长一段时间，那你说啊它处在这个状态啊，这句话可能还有点意思啊，还有点意思啊，至少近似上是成立的啊，近似上成立。那么我们现在看那电子的碰撞，互相相互作用碰撞的几率有多大呢？那我们就要分析了。但这个碰撞的机会固然和这个电子间的相互作用的强弱有关，是吧？和它的强弱有关，强度大嘛，当然就厉害的，这个可以理解。但除此以外，除了它本身的相互作用很强决定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什么因素呢？就是抛力原理。既然讲到单电子态了吧，它一定要符合抛力原理啊。抛力原理就是说，处在同一个单电子态只能是一个电子，如果考虑它可能有两种自旋的话，那就是可以一对自旋相反的电子，是吧？这抛力原理是这么说的啊。那就是说抛力原理的存在啊，限制了啊电子间的碰撞。怎么限制的呢啊，我们不妨来啊具体分析一下啊，具体分析。我把这个擦掉啊，哎，
们稍微画的大一点啊，就是我这个啊非米面非米能是那么大啊，在 K 空间里面谈啊，对不对？我们将来先想一个简单的模型的考虑一下。假定我们外面有一个电子叫一吧，啊，它的能量是一一啊，这一一嘛在非米面之外嘛，当然它的能量当然是大于这个非米能了啊，大于非米能啊，这没问题了啊。我设想有这个电子一开始在这儿，那么啊，这个电子如果考虑这个电子和非米面内的其他的电子它有相互作用，也就是有碰撞了，有相互散射了，你假定啊和这个电子二，这里有个叫二，它的能量呢叫一二吧，啊，一二呢当然是小于非米能，啊，它是非米面以内是吧？能量就比它小，是吧？啊啊，这个写的这就二，免得它就混了啊啊。如果这个一和二发生碰撞，就是散射的，啊，发生碰撞又散射以后呢？它的状态，双方的状态都要发生变化，怎么变呢？啊，它只能够啊，按照抛力原理，只能够这两个，这个在外面，这个一碰以后，它也可能跑到外面去了，啊，这个也变了，啊，比如说变到二和三，我随便点两点就是吧，啊，这个是三啊，变成四，这是四，啊，这是四，那好了，那这个一二啊，那这个一三。啊，一四啊，这两个能量都大于非米面了，大于非米能了，啊，它在非米面，它两个一碰，只能变到外面去，外面有空的状态，里头都满了，啊，抛力原理限制住了，它这个不可能变到里头去，啊，不可能变到里头去，要变嘛就变到外，要么就不发生碰撞，是吧？那么这个过程从能量守恒显然应该满足能量守恒，那就是说一一。加上这个一二就应该等于一三加上一四，对吧？啊，一四这没问题是吧？你散射前这是两个电子碰了以后变成这个状态，这个过程你外界没有给它什么东西，它自己碰的是吧？啊，能量它能量应该不变，总能量不变是吧？总能量应该不变啊。那好，那么我们哎，我们看看哎，既然总能量不变，那么我看看要满足这个能量守恒，应该有些什么条件呢？啊，什么条件？啊，你看这个一在这儿，啊，那我们可以范围更广一点，我这个画个圈吧。一。啊，这个圈的能量的厚度，那就是说这个一一减去非米能，对吧？它的能量一是大于非米能，它减它就是等这一圈从能量的角度，这一圈的厚度，是吧？啊，这个球壳内的，啊，那就是说整个出现这个球壳内的电子和里头的那些电子。发生碰撞啊，然后碰撞完了以后啊，变得两个新的状态啊，非米面以外的两个新的状态，那么前后它应该满足能量守恒啊，这个没问题。那么这个一这个电子它能够和哪些电子发生碰撞呢？啊，从能量守恒看，假定一在这儿，它能不能够和里头某个电子发生碰撞？不行啊，啊，碰撞完以后，它两个的能量加在一块儿，它不可能跑到外面去，是吧？跑外头，那里头呢没有你的空位啊，所以抛力原理的限制下呢，它这也只能够是在这个非米面内很薄的一圈里头的那个电子可能和它发生碰撞，里头的电子没有资格，你想跟它发生碰撞，能量守恒给它卡住呢，啊，你不可能这个。要迁到非米面以外去，这本身受了抛力原理的限制。那么里头哪些范围的电子能够和它发生碰撞呢？
这个能量呢，它呢也是在一圈范围内，是吧？啊，也就是这一圈有多厚呢？顶多也是那么厚吧，是不是啊？一般比这个还要小一点，厚度也小一点。我就放大一点说，顶多也是那么厚吧，啊，也就是说，啊，一啊，在这个厚度范围内的这个能量范围内的电子，也只能和分子面内厚度是也是大概是这么多的一个球壳范围内的一些电子，它两个碰撞。可能发生碰撞，啊，碰撞完了以后，大家都是啊，最后的状态都落在分子面以外，啊，落在分子面以外的什么范围内呢？也不可能跑到这么老远去，啊，这能量守恒显然不容许，它也只能落在这个球壳这么大的一个球壳范围内，对吧？啊，那么这种碰撞。这个结果呢，就是考虑到抛的原理以后，那当然有这个结论，它是受限制了，啊，受限制了，啊，不可能，这个电子不可能和所有电子都可能都发生碰撞，不可能，只能是很小一个范围内的，啊，那好了，那可能发生的电子数，大体上是这样，啊，碰有这么一个因子，一减去一个 ，EF。啊，这个能量，这个厚度，对吧？这个厚度，然后和这个整个的费米能比，啊，能量上的占的百分比是多少？那也就是有这么多的电子，啊，这里头有这么多的电子，可能啊和一发生碰撞，啊，一可能和它发生碰撞的电子，只能在费米面以内这个很薄这个能量范围内。那么这部分电子占总电子数的多少呢？大体上是这个壳的厚度和整个这个球，啊，能量大小大体上是那么比例吧？啊，我们这个不准确的哈，就估计一下。嗯，这是一个。那么碰撞完了以后呢？碰撞完了以后，也不是说这个发生碰撞以后，碰撞完以后的可能去向是在哪呢？这个三和四落在什么范围内？也只能够落在这么厚的一层球壳里头去，也不可能跑到外面去，啊，否则的话，这个公式根本满足不了，能量守恒满足不了。那好，这是碰啊，可能和它发生碰撞的电子数，同时呢，碰撞完以后的最后的状态也只能落到后面去，还应该有一个因子。啊，这就是说这种情况可能发生的几率 P 就应该是正比这个因子吧，不一定等式的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啊，比例总还可以那么写啊，碰撞几率啊，碰撞的概率啊，就是那么多啊，那么多。那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平方了啊，写成平方嘛，啊，这个东西啊。这个情况，你看碰撞的几率，啊，在这个，啊，在抛力考虑到抛力原理的限制的条件，电子间的碰撞几率实际上是很小的，啊，实际上是很小的，啊，因为这种啊电子呢，啊，比如说我们考虑热激发，这个外面这个电子哪来的呢？啊？那当然首先就靠有一定的温度下分子面内某个电子先激发到外面来，是吧？然后这个电子再和里头的电子发生碰撞，发生散射啊等等啊，那么散射的几率啊和这个因子成正比。那么一般金属里头啊，这个量有多大呢？啊，这个分子能跟我们讲过大概是几个电子伏特的这个数量级啊，几个电子伏特之间，那么靠热激发，激发到一个电子从里头激发到外面，热激发的能量不就是波尔兹曼常数乘上 T 吗？啊，对吧？在一定的温度下，你电子获得的平均热能
啊，这个能量嘛，从里头就给跳到外面去，它就跳不了多远了，啊，如果这个卡内温度非常低，你比如说 T 等于啊，假定 T 等于一 K， 就一度，那一度温度这个热能这个东西大概是多少数量多少个电子伏呢？大体上数量级是10^50电子伏，差不多吧，50万左右啊，一 K 啊，一 K 啊，倒过来啊，就是 K 等于一的话，你不把波尔兹曼常数乘进去，波尔兹曼常数如果用这个每一度多少个电子伏表示，大概是8×10^-5啊，10^50啊。啊不，负五啊，五次方啊，这个不是负五，对不起啊，负五次方啊，没有啊。那么这个是按照如果一按电子伏为单位，那么这里边就是说这个数量级，你这个方法就是10的，那就是10的这个啊，10^10啊，对吧？平方以后，那这个碰撞几率啊。如果在温度很低的时候一 K 啊，激发出少量的电子，然后这个电子和里头这个也和里头少量电子发生碰撞，这个碰撞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之小的啊，非常之小的。哎，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在至少在低温啊激发的电子数量不是很多的情况下啊，抛粒原理呢啊大大限制了电子间的相互作用啊，你就是发生碰撞，你碰撞几率也很小，那也就是说单电子态这个概念是可以成立的啊。你说它处于某一个啊波函数所表示的单电子状态，我能够因为我很少发生碰撞，我一旦处于某个状态那就是某个状态，我能待很长时间，至少是这样吧，因此这个说法还是可以说得过去啊。如果这个几率很大，碰撞非常频繁，你再说啊，我用单粒子状态的描写这个费米液体当中的电子就困难了，你说它处于某个状态，而这个状态它不稳定啊，它总在变，你说不清楚，也就是说这个描述不成立了啊，不成立了。所以抛粒原理帮了大忙啊，帮了大忙。那么说的极端一点，我正好处理分子面上的两个电子，它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碰撞，对不对？按照能量守恒，你变到哪去？你想变到外面去，1+2就不等于3+4了，对吧？能量上不容许啊。这是由说的极端的，就是说在分子面上的两个电子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碰撞。尽管你电子阵你可以认为它有很强的相互作用，那也没用啊，抛粒原理是更根本的原理，比你的相互作用它的限制都啊是很大的。所以有抛粒原理的帮忙啊，啊尽管这个啊费米液体当中电子啊它有啊比较强的相互作用，那我仍然可以把它用单粒子近似来描述它，就是有相互作用也不要紧，我还可以用单粒子近似的描述它，因为那个单电子态可以稳定的存在，它碰撞几率很小，甚至这是一 K 的。其实你可以想象看，假定是室温300K， 差两个量级是不是啊？差两个量级，你这就平方要差4个量级，你这里边还至少还有一个-5左右吧，呵呵，这个还有负五的话，那就是10^1。即使在室温，你这个相互作用那个碰撞几率也非常之小啊，你拿那个数量级估计，你要是室温300K 左右啊，那这个激发出来的电子应该多了，碰撞的机会是不是更多了啊？其实几率比这个要大一点，但是也很小，也很小。所以呢，啊，只要你这个一这个电子，啊，离分子面不是非常远，啊，那么抛粒原理的作用啊是很大，限制作用是很大。也就是说，我至少可以这样，
考虑所谓的低激发态，什么意思呢？就是离非米面呢不是太远啊，激发能量啊离非米面不是太远，就是所谓低激发态，是能量比较低的那种激发态啊。这个考虑低激发态的情况下，由于抛力原理的限制，电子间即使有相互作用，我仍然可以认为它这个作啊，我仍然可以用单电子单粒子近似来描写它，描写这个电子，就是相互作用引起那个散射效果，因为受到抛力原理的严重的限制啊，你不考虑问题也不大，问题不大。哎，这个分析那就对我们增强的信心呢提出了问题了啊。那么单粒子近似那还是可以的啊，因为还有抛力原理帮忙的，呵呵，还是帮忙的啊，对，帮忙。但是呢，话也说回来了，你尽管有了抛力原理的帮忙啊，这个在低激发态的情况下啊，单电子近似还是可以适用啊，可以适用。但是话也说回来呢，你毕竟你这个系统你是考虑的相互作用的，又考虑的相互作用，你又说啊，自由电子单电子近似也还可以用，这中间不还有矛盾吗？啊，那个相互作用哪去了？是不是 啊？一方面一开始你强调我考虑非米液体有相互作用，跟气体不一样啊，跟气体不一样啊，因为要啊，那么你现想好像是个开关时，我把相互作用慢慢给它拧进去啊，加进去，加到把从非米气体变成非米液体了。好，刚开始变的时候，那当然啊，我还保留到这个啊自由电子的情况，用单粒子状态来描述这个电子啊。当你慢慢那么加到最终啊，你完成了非米液体的过程的时候，那么你单电子近似这种是不是还能用呢？啊，那么这个时候你说了，我把抛力原理拽出来啊，它帮我大忙啊，你觉得有相互作用的话，那么它这个散射的几率也非常非常之小，因此呢啊，我单粒子应该还能够成立。哎，那毕竟这么说，你两种说法总还有矛盾吧？啊，你说非米液体有相互作用。你有这个时候呢，又说呢，抛力原理的帮忙，你可以不可不，我单粒子近似还可以成立，这个事情怎么统一起来呢？兰道这个人很聪明啊，啊，他说不要紧，啊，那个单电子不是原来那个自由电子，是准电子，那完了，啊，准电子啊之间是独立的。啊，它没什么散射，而且散射几率很小，啊，你原先那个电子间的相互作用那个效果呢，啊，可以啊，体现在可以是啊，融合在那个准粒子过程，准粒子本身就带有啊那个电子间相互作用影响那个结果，这个，啊，他说呢这个。因此呢，他就说了啊，我只从这个自由电子体系，啊，怎么样变到非米液体呢？只不过是用这个准电子体系来代替原先的一个自由电子体系，就描写了非米液体了，啊，这个准电子就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他电子的相互作用，那这个矛盾就可以啊解决了。啊，你抛力原理的帮忙也帮了，啊，这个我那个原先有相互作用的，我现在体现在某种准电子上或者准粒子上了，啊，那这个啊，我就相当于把非米液体看成是一种准电子、准非米子，啊，所构成的气体，就这么个概念。那这一来呢，准电子那好办了，那你这个那非米气体那些理论公式呢照样搬过来用，把对象换一下，不是自由电子的，是自由的准电子，完了啊。所以兰道呢很聪明啊，这一项想得非常高明，一下把前后啊想到这矛盾解决了啊，解决了，休息一会儿。